你看亚超今天回来了也不吱声儿。老公，你咋的了？你回来也不吱声儿。啊？没啥事儿，搞破了，牛呗，还搞破，刚才修车的，拧哪个扶？撑着了？这多疼！疼啊，是不？那去医院看看吧，要不咱。不懂。命大个命大个都修车了，就那把子还命老师的，事情大了，命厉害。要不咱去看看吧，这不看也不放心呢。你这来了，是不是？大要是厉害了咋整啊？他要是伤，他没事儿，他最多是个肌肉拉伤，他要伤个骨头吧，他是蒙古拉的人都是为了，你搞这合同呢？这还折腾他们。一使劲儿就疼。不能太疼，牛了，肯定是牛呗。你咋知道是肌肉拉伤啊？这那骨头是，他伤了骨头，他伤了骨头了，这胳膊都断了。没劲儿，咱去看看吧，要不？谁也不知道了，这儿疼。你就耗着不去看。你看乔哥，这睡醒了，胳膊还疼不？不疼了。不疼了。换胳膊，这胳膊疼，这胳膊不疼了。那个胳膊不疼了。这胳膊一疼，但是这又开始疼了。这休息休息还成事儿了是不？现在我都是这儿不是这儿疼，那儿疼的，没下来歇了。这外边下雨呢，让你休息休息，真难是不？哎，不歇的了，不歇的狗不是不疼了，干氧化也不疼了，这要是歇下来睡了一点，俩胳膊都疼，疼的。两个吧，你说这样今天晚上再睡，明天腿也疼啊，开始疼了。腿不会疼了，腿不会疼。我腿没啥使劲，我胳膊，俩胳膊都疼，没劲了。这一下闲下来不知道干啥了。我们现在的，你现在都疼。哎，干点啥？干点啥？这家里没你不干的活儿。别下了，我下地下，哪里都不疼。你试试吧。那你待着吧。这事儿闲下来吧，我跟你说。你咋？我给你派点活儿啊！这就下来，就休息了这一会儿，这一下午，这才快天黑了才开始下雨。我主要是这两天就是天，谁碰到了谁起来都下地，习惯了，这家不能出了，这下来又出不去门儿，这上班儿坐，都开始疼了不行。长哥现在去休息了，正好也开始下雨了啊。修机器的时候其实就开始下雨了，因为那个机器坏了嘛，然后就越下雨，正好那会儿也修好了就回来了。其实想想啊，下雨也挺好的，这样我爸跟超哥都能休息休息，没有那么累了。